TVBS 新闻顾守昌采访报道。很多六年级生熟悉的鲁冰花，并不只是感人的电影或歌曲，还有美妆的功能。美容教主牛尔老师在原唱曾淑琴的吉他伴奏之下，首次的在公开场合开金口唱歌。他说自己的表现原本只有59分，但因为有了曾淑琴温暖的带领，所以高达了90分的水准。而会唱这首歌，牛老师说是因为鲁冰花在逆境求生、坚韧抗压的特质很像母亲，而且他还有抗老保养的功能，所以也让他唱起歌来特别的有感觉。接下来我们带您看到的是科技日新月异，人类